このような学生の姿勢は日本であれアメリカであれもちろん個人差や大学学部による差もあるだろう。しかしこのような日米間の差をよく耳にするのは事実だ。この違いは何によるものなのだろうか。これについては様々な要因が絡み合っているであろうが、目に見える違いの一つとして挙げられるのは、アメリカの大学生は親に頼ることなしに大学に通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アメリカの社会には大学生にもなって親のすねをかじっているなんて恥だという意識が働いている。実際に私が直接関わったアメリカの大学生の9割は学費をアルバイトや奨学金、親からの借金など自分の努力で賄っていた。そのせいか、皆勉強しないなら大学に来る意味が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が働い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たのだ。日本の大学生の場合、学費を自分で払っているのは少数派で、ほとんどが親に経済的に頼って学生生活を送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な差は日本の大学内での社会人学生と一般学生の違いにも通じるものがある。それを考えると、このような経済的自立意識の差が授業への参加姿勢の違い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また、小学校からの学習環境が根本的に違うということも大きく関わっているだろう。日本の学生は受け身の授業に慣れていて、発言したとしても教師からの質問に対する短い答えで済んできた。自分の意見を述べずには済まないという状況を与えられてこなかったのだ。また、大学の授業自体も教員が一方的に話すという授業形態がまだまだ多いのも事実で。事実である。好、那我们大家好、我是、邱老侯。那我们来看一下。来学日本语中上级、第五课第三四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一样的话、我有写重点、那我们从重点来上比较快、好，このような、像这个样子的学生の姿勢、学生の姿勢、这个学生的姿勢我们可以翻态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学生的一个上课的态度，日本であれ、アメリカであれ、好，这个是一级句型、A であれ、B であれ，我们就翻 A 也好 ，B 也好、所以日本也好，美国也好，もちろん，もちろん当然，個人差、那个人叫個人、那个人差就是个人的差距，や大学部或者是大学、大学学部部，好，这个学部的话，我们就翻什么学院呢、这个学部我们就翻什么学院、比如说工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我这个Word 不能用了、试用版一个月、我用这个文字文件、那你看一下、这个学部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学院、第一学部、理学院啊、文学部，文学院哈、文学院就是文科啦哈、法学部、法学院，法学院要读一些法律那些的哈、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哈、在哪里？在这里哈。好、那你又如是有语啊？你看一下你有如有语，由于什么的不同而怎么样、这是它的惯用用法、你有如是有语，但是它后面常常接不同，所以由于这个大学还有这个学院的这个差距、这个差距有法不同，由于这个大学的不同，学院的不同，莫阿鲁也是有的，打漏有没有？好，阿、鲁他说当了个人的这个差没法不同，当然个人、的这个。个人的不同，个人的不同，那上课态度会有所不同。那你大学还有这个学院的不同，啊，有些大学学生可能，学院的学生可能还比较好，所以他们上课态度会去 say， 他们上课这个去 say 我们的知识，我们来翻态度哈，会沙漠阿鲁哈会有所差距，有没有？然后再讲一遍，尼欧鲁，我们这个是由于什么不同而不同，
那所以由于大学还有学院的不同，所以会有所差距哦，上课态度会有所差距哦。摸是也，阿如是有，啊达罗是吧，也会有所差距吧。しかし、しかし，但是このような哦，但是像这样的哦，尼基杯，尼基杯砍哦，好，这个尖哦，如果是接在后面哦，接在很多汉字后面，其实在接后面就是音读，音读就念砍，所以尼基杯砍。诺沙哦，什么像这样的这个日美间哦，日本美国的之间的这个差距哦，大学生态度的差距，大学生态度的差距哦。よく耳にする哦，啊这个耳にする是用耳朵，那用耳朵只能听啊，所以耳にする是用耳朵哦，所以那よく常常，所以常常用耳朵听，所以常常听到这个美国日本大学生啊上课的态度的一个差距哦。啊，这个加那个 no 哦，动词加 no 名词化，名词化成的话，往前面叽叽子打，叽叽子打哈、哦，这个是一个事实哦。他说常听到说，美国学生上课比较认真，日本学生上课比较混，这常听到这是一个事实哦。この時間は哈，像这个，这几开也是不同，像他们上课态度的不同。那你有鲁莫诺那诺达洛嘎哦，你有鲁给他翻鱿鱼或带来，那你什么东西？所以是。这个日美学生的上课的这个不同，求学态度的不同，那你有如是由于什么东西 mono 所带来的哦，是由于什么东西所带来的呢？哦，那我们哦，所以什么是什么所带来的呢？哦，これについては哦，你自己的是关于哦，关于这个事情哦，さまざま那要因が。哦，有各三八章各式各样的哈，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就是主要原因，有各式各样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哦，嘎，卡拉米啊，哦，好，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字什么意思哈、哦。好，这个卡拉姆是纠缠的意思哈、哦，纠缠叫卡拉姆。那你连接型加阿五的话，就是个互相哦，那两个合起来就是什么？卡拉米阿五什么？互相纠缠哦，那。比较抽象的意思，我们就翻错综复杂的，互相纠缠的，哦，错综复杂的，哦，好，那我们来看回来，哦，所以絡み合ってる有没有 ？OK， 好、哦，那后面这个デアル是四有没有？哎、欸，好，这个デアル是四。那你看一下哦，那我们这边有什么感觉 ？dialo 哈，哦，这边意字形加嘎，意字形加头哈，我这写的比较不清楚，我用打的哈。好，在这个这是一个文法哈，好，你看一下，意字形加嘎，哦，或者是意字形，这是一个意节句子很常出现的一个文法哈。那这个我们会等于哈，这个一些一级句型书的写，它是等于 temo 的意思，哦，即使的意思，哦，即使的意思，哦，好，等于这个 temo 还是 demo 即使哈，那句型书翻即使啊，或者尽管啊，那你 dl 是四嘛，那你改成 dl 嘞，哦，然后加嘎哈，那 dl 加嘎哈，尽管是哦，或即使是哈。那因为我懒得再抄了，就是这种字真的写超多的哈，所以我就直接用我以前的句型书哈，整页这样子哈。好，那我们看一下，意字形加嘎，或者是意字形加拖，就等于 temo 的意思哈。那这个句型书它是用这个又当意字形啊，所以意字形加拖是啊，不管怎么样啊，即使怎么样哈。好 ，OK， 好。它也可以翻不管啦，不管怎么样，即使怎么样啦，吼。所以那你哦死路，那死路的意思是喜忧，所以那你哦喜忧偷哦，意志人家偷哦，不管或即使不管做什么，我但是呢，自由的说哦，我但是呢，自由的说哦，都是我的自由吧，不管我做什么都是我的自由吧，哦哦 ，OK 啊、哦，难偷难是什么？偷指前面哈，言われる是被讲。伊瓦雷鲁是被讲，那你去鲁加又是意字形，那意字形加偷还是加嘎是什么？哦，即使哦，还是不管哦，所以不管被人家讲什么
前向きに行くしかない哈，所以不管被人家讲什么，しかない只能哈，所以前向き往前哈，所以前向き是往前或者是很乐观、很积极的态度哦，所以不管被人家讲什么，我也只能乐观的向前走哈。OK， 好 ，OK， 好，好，你莫只个奥卡洛托斯库纳卡洛托 ，OK， 好，那你看一下哦。好，形容词的哈、哦，形容词的意字形是卡洛啦。形容词的意字形是去一加卡洛。哦，所以你原本是奥伊，奥伊是很多，那去一加卡洛，所以奥伊卡洛。那你加个托就是什么？不管，所以这个行李不管是多还是少。哦，奥伊卡洛托斯库纳卡洛。哦 ，OK， 哦，斯库纳卡洛卡哦，就是。不管是多啦还是少啦，哦，可能卡宾哦，莫得哭吼，我都要带这个花瓶去吼、哦，好，就会嘛吼，哦，那、哦、这样，那我们看回来吼、哦，啊，哦，好，那你这边是，吼、哦。这边这个一字形加，这边是一字形加，高原本是 daru， daru 是四嘛，哦， daru 是四，然后改一字形 daru 嘎，哦，所以说，哦，就尽管，哦，就是说尽管是还是即使是，哦，哦，所以尽管它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哦，他说 kolani z day 哈，关于这个事情，关于什么事情？关于这个日本跟美国大学生上课态度的一个差距。那萨玛扎玛，那尤因嘎哈是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哦哦，卡拉米阿德鲁哈错综复杂的哦 ，dialoga 哦，尽管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哦，但是什么 many mieru 哦 ，many mieru 是什么眼睛看得到的哦 ，chikai chikai 是不同，所以眼睛看得到不同哦，眼睛看得到不一样的。一刀子都是得哈，一刀子都是得是一个啦，一刀子都是得是比较文言文的一个哦，所以哦，阿盖拉雷鲁哦，阿盖拉雷我们讲过很多次哈、哦，这个阿盖鲁是举例，那阿盖拉雷鲁是哦上下一段去路加拉雷鲁是能力型哦，能举例或者是被动哦，那这边应该是能够举例哦，所以他都能够举出一个哦眼睛看得到就是比较明显的不同。America の大学生は、哦，说什么？美国大学生。欧亚尼台尤鲁，哈，看一下。哦，名词尼台尤鲁，哈、哦，这台尤鲁是依靠谁？哈、哦，靠谁？那你这欧亚尼台尤鲁是什么？依靠父母亲，哦。OK 啊、哦，依靠父母亲，哦。好 ，Koto nashi ni 哈，它这个又是一个一举句型，哈、哦。那其实这个还蛮简单的，哈、哦。好，我们这个名词加 nashi 是否定哈、哦，这个一级常出现名词加 nashi 是否定。那你这个句型是这个 kodo 是事情嘛，是名词嘛，所以 kodo nashi 是哎、啊，那前面加动词，所以没有做什么事情哦。那一样，我拿那个哦，应该是这一页吧，好、哦、好看一下。哦 ，kodo nashi 你前面接动词哈、哦，就没有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哦 ，OK 好、哦。那我来教一句好了哈，因为这个我的那个一级的课本有了哈。哦，哎呀妈，鲁科多那西尼总啊，哎呀妈，我道歉哈。如果没有跟人家道歉，去多托和别人，然后亚利托里哇哈，亚利托里是交换还是交谈哦？要跟别人或者是交往，要跟别人交往哈。乌马库亚得伊克奈哈，就没有办法。乌马哦，乌马库伊库哦。乌马库伊库是顺利啦，吼。哦，乌马库伊库是顺利。哦，那你这边是用乌马库亚鲁，吼。来看一下，哦，那个乌马伊还有什么？乌马伊还有九只的意思啊。哦，那你这边的乌马库亚鲁就做得很好，哦。那乌马库亚得伊克奈，吼，这边是。这边是怎么来的哈？I can 那就是不行啦哈，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哈。那后面加 day can 那不行，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哎 ，OK 哈。开店然后是得 k
苦力开始哈，开得是写，然后只是顶整哈。苦力开始就是什么反复的、反复的写、反复的修改、反复的订正。可多那西尼哈，如果没有这个，你没有反复的修正哈，没有反复的写的话，堪塞西奈哈就无法完成。说只给弄本哈，就是待会翻论文如果没有重复的去写去订正，就没有办法完成哈。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哈，该哪页？好，所以这边什么？欧亚尼台尤鲁，台尤鲁是靠啊，所以靠父母亲哈。科多纳西尼哈，他说美国大学生没有靠父母亲。戴加库尼卡尤鲁哈，卡尤鲁是去上课哦，所以去大学上课哦，去上大学。啊，泰鲁是这个状态。托伊乌科多达哈，托伊乌科多达是句型哦，再放在最后面是听说据说，所以倒过来翻哦，听说美国的大学生哈，他们是不靠父母亲去上大学的。哦 ，OK。因为他下面就会写哈，下面就写这一句 ，America no shakaniwa， 哦，在这个美国的社会 ，daigakusei ni mo natte， 哦，好，我们原本是这样哈 ，daigakusei ni na 我就是当大学生啦，那你在这个 mo 是什么？连还是也还是都？所以 daigakusei ni mo naru 什么意思啊？都当大学生的哦，都当大学生的哈，好。欧亚诺斯内哦，好，那我们看这个是一个俚语哈。好，这个写个月哈，这个哈，这个斯内哈，就是我们讲斯内就是小腿啦，哦，小腿。那这个卡基鲁就是我们讲的啃食哦，啃老的啃哦，啃食咬食。那这什么意思？就是卡基鲁是咬哦，咬食啃食，所以是啃父母亲的小腿。哦，那啃父母亲的小腿就是。就是我们讲的 Nito 啦，啃老族啦，只是长大经济不独立，还要啃老，还要靠父母哈，就 Nito 啃老族。那在我们东方人的社会，我们比较宠小孩，所以我们啃老族的那个几率非常的高哦。我们台湾的啃老族、日本的啃老族、哦、中国的啃老族的几率非常的高。那通常是穷人的话，你会听得到啃老族。那有钱人的话，你不会听到啃老族什么？有钱人少啃老族啊！有钱人我很有钱嘛，我好几个公司嘛，那我让我的儿子去当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嘛，所以你不会听到有钱人在啃老族啊。哦，就给他当个经理啊，当个那个什么，当个主管啊，然后马上就有工作了。哦，所以这个啊、哦、是扯远了哦。所以这个 Nito 就啃老族，那这个 Oyano Snail Kajiu 就是这个意思哦，啃父母亲的小腿就是啃老族。哦。好，那我们看一下，所以这边欧亚诺斯内奥卡基德鲁哈，德鲁状态还在啃父母亲小腿的状态啊。这个难得难得是等等的之类的哦。那个难得你如果放在哦，你看一下哦，你如果放在句子最前面是，你如果放在句子最前面是为什么？哦，你如果放在最前面是多西得为什么啊？可是你如果放在后面，难得是等于那斗。等等的之类的哈，这是一个二级句型，哦，所以什么还在啃老之类的，哈吉是什么丢脸哦，哈吉打啊打是肯定哦，所以名词加打肯定，所以肯定是很丢脸的哦，是啊哦是很丢脸的哦，所以欧美的观念是小孩如果长到大学这个年纪还在跟父母要钱还在给父母养的话是哈吉打是丢脸的。但是在我们东方人，我们会，哎，小学读大学给他钱，小学读研究所，哎，小朋友读研究所给他钱，小朋友读博士班给他钱，小朋友博士班毕业没工作考公务员给他钱，有没有？了解哦。然后给到他结婚了生小孩了哦，他没有办法赚钱养家，再给他钱，再帮他买房子，有没有？哎，然后到，就是一辈子都给他钱，有没有？哦，但是这是我们东方人的观念哦，托由。哦，意识起家哦，托有所谓的这个哦，这个意识就是想法啦。哈达拉伊德鲁哈，好，我们这个哈达拉苦原本是工作的意思哦。那另外用法哈，名词加哈达拉苦就是什么东西有起作用啦，什么东西有起的作用，还是什么东西有活动？如果是精神还是脑部什么，脑部有什么活动哈？譬如说，可是一个哈达拉苦什么啊？这个药起的作用哈。
这个药有工作了，我们吃进去这个药，那药在身体有工作了，就是药起的作用。那我们来看另外一种，阿塔玛嘎哈达拉库哈，是什么？头脑有在工作，就是头脑工作，就是动脑筋。我们就翻这个，如果是头脑精神，我们就翻活动啊。头脑在活动，就是动脑，有没有？阿塔玛嘎尤库哈达拉库，尤库是好哦，所以这个好好的，好好的副词。所以头脑动得很好，就是脑子很灵活哦。那我们这边呢，这个基本上伊西基达哈达拉库是查不到的。这个我查了很久，就是打死都查不到。但是它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这个意识，就是这个想法，哈达拉库，这个想法有作用啦。这个想法在脑袋里面有作用，还是这个想法在脑袋里面有在活动？好，那我中文是这样翻啦，因为前面没有人这样翻，那我说翻有起作用，还是有什么活动哦？有起作用，还是有精神方面的活动哦？好，那我们就翻有就好了。那后面起作用跟有什么活动，你翻起作用跟活动翻出来会带不进去。所以什么，意識起跟哈塔拉德伊鲁说啊，有这个想法，哈塔拉德伊鲁哈，所以有这个想法起的作用哦。因为美国人有个想法，就是他们的观念是哦，长大还在啃父母是很丢脸的哈。OK， 那哦。所以欧美这种事情会比较少，因为他们觉得很丢脸哦，除非不怕丢脸的话哦。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哈。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哈。好，実際に，实际上，私が直接関わった哈，那实际上哦，直接啊，関わる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对象是强调前面的主持的对象，强调说我，那跟我直接有关的，那用过去式，那过去在美国教书哈 ，America no dai gaku se no， 美国大学生的 Q 瓦里哈，啊这个瓦里哦，随便加数就几成，所以 Q 瓦里有九成哈，有九成就是大部分哦，绝大部分，哇强调后面，gaku hi o， 我看一下。我们先看这个哈 ，makana wu， 哦，这 makana wu 是这个供给物品的意思，或维持经费的意思，或筹措金钱的意思哈。那这个我的汉字不太好哈，所以这个 makana wu 的中文是这样写哈，下面写个长寿的寿，上面这个竹字部哈，所以合起来筹措哦。好，那这边的我们课本这边的哈。这个 gakuhi o makana wu 就是什么？我们说供给还是维持还是筹措，所以你如果是钱的话，我们就翻那个筹措。所以 gakuhi o makana wu 就是筹措学费哈。OK 哦，好，筹措学费哦。好，你看一下哦，它原本是这样而已。好，这个是它这个句子的基本构造。名词哦，动词哈，把前面这个名词做后面这个动作哦，所以筹措学费，有没有？他说什么？美国大学生九成，他筹措学费哦。那倒过这个筹措学费往前看，马卡拉五筹措学费往前看，基本呢多六苦爹，他们是用自己的努力来筹措学费。再往前看，那这边刮起来是他写的用什么手段？アルバイト，他打工呀，或者修学学金，或者是用打工，或者用奖学金，或者欧亚卡拉什么重复这边 ，no 借金哈，借金是借钱，那倒哦，所以他们可能用打工，还是奖学金，还是跟父母去借钱，他们自己努力的来筹措学费哦 ，OK 哈，好 ，sono se 卡哈，好，这个 se 是原因啊。say 讲过很多 ，say 是怪罪的原因哈，譬如说打球打输了，哦，没有，我担心哦 ，say this 哦，什么？那个 say 是因为哈，所以啊，打球打输了，有个人讲说我担心哦 ，say this 什么意思？啊，都是因为我啦，都是因为我哈，那大家才会输，有没有？这个 say 是怪罪的原因，哦，那如果你加个卡嘞，就是卡就是问号，不确定嘛，那我担心哦 ，say 卡，哎，会不会是我？
会不会是因为我大家才打输？有没有？但这边呢 ，Sono Seika， 他不敢日文的文章哈，日本的文章不太敢写的很断定，所以他们都用这种，哎，是不是因为那样？哦 ，Sono Sei 啊，因为那样啊，卡就是问号，而是哎，会不会是因为那样哦？哦 ，OK， Mina Benkyo Shinai Nara Nara 的话哈，如果哦那个美国这个 Mina 只是这个大家哈，所以哎不读书的话。大学苦你苦鲁，你如果来大学上课的话，来读大学的话，伊米加奈，伊米加奈就没有意义了、哦、如果不读书的话，来大学就没有意义了。Toyu kimoji ga， 哈，所谓的 toyu， 所谓的 kimoji 的这个心情 ，hadarai de iru 哈。那我们说 hadaraku， 我们刚才说名词跟 hadaraku 什么东西起了作用，或者是心智上、精神上一个有这个活动哦，有这个有在做动哦，有这个活动哦。所以 kimoji ga hadarai de iru 是有这个心情在活动着啦，有这个心情在活动着，哦，或者是有这个东西在起作用，所以有这个心情起作用，或者有这个心情在活动着。哦、我这边把它改，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我们把它改一下、哦，那有这个心情在活动着、哦，就是有这个心情啊，那个活动后面的活动就比较烦了，哦，烦就不像中文，哦。那我就把它改一下，所以有这个心情在活动着，那这个一样用这个用红色，我把它放大一点，有这个心情在活动，有这个心情起的作用，那这个那我们就翻译有这个心情就好了哈，有这个情绪哈，有这个心情哈。哦，右尼米耶达哈，右尼是这个样子，米耶达是看得到，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美国大学生他们是读大学，因为他们是自己付钱的嘛，自己付钱他会比较认真读啦。哦，自己付钱有差。哦，好，下一句哈。好。看下一句哈，好，日本の大学生の場合哈，那在这个日本的大学生的这个情况，学費を自分で哈，払っている哈，他说払う是付钱，所以什么払う自分で自己哈，自己来付钱，然后加の名词化，好，哇，钱到后面，所以日本大学生如果自己付钱哈，少数派的哦，是少数派，少数派就是小部分人哦。那日本学生自己付钱是极少数哦。OK 哈、哦，好，啊，那多数派哈，他是哈，他数哈哈，数，我这个念数，我点一下我们中数的数，他数哈，多数派哦，哦，没有。那个画画没有，画画有什么印象派嘛？没有，印象派。我们看一下印象派，印象派画家。哦，先把哎，等一下哈，先把这个哈，印象派怎么讲哈？那个帕是念帕嘛？有没有？印象派。哦，印象派，印象派。印象派。印象派很有名，大家应该有看过了哈。哦，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好、哦，是哦，那这名词加 day 哈，名词 day 断句哈，所以日本学生自己付学费的是少数人。活动哦，活动的，活动的汉字写个代哈，几乎的意思，几乎哦 ，OK， 哦，我们看有没有打错。哦，活动都是几乎有没有？哦，所以几乎哦，刚刚填到前面哈，几乎哦，刚填到前面哈，
那活动的一般都当副词啊，那你放在嘎前面的话要主词啊，要名词啊，所以他这边应该是把它当那个名词哦。那这边是几乎大部分的人，欧亚尼可以在 deki 尼哈，在经济上哈，我们刚才说这个尼台欧鲁是依靠哦，所以欧亚尼台欧鲁是依靠父母亲，但是依靠什么？可以在 deki 哈，但是依靠的是他们的经济哦，所以。在经济哦，可以在代替就经济的，或我们翻经济上。那经济上，他们是依靠父母亲哦。哦，这边原本是这样，哦，原本是这样写哦。欧亚尼台尤鲁哦，欧亚尼台尤鲁就是依靠父母亲。那这可以在代替你哦，但是在经济上依靠父母亲哦。代替加你加动词哦。好 ，OK 哦。那往下看，哦，就是这样，这样大家看得比较懂。嘎。哦，甲去西西甲子哦，奥克代鲁哈，奥克鲁是西甲子奥克鲁是过日子啊，哈，这是一个片语哈。好，你看一下，西甲子哦，奥克鲁就是过日子哈。所以他们那个大学生活啊，研究生的生活啊，博士班的生活，他们就是什么，都是靠父母亲啦、啊。哦，那我们东方人常常会这样哦，小孩子大学毕业不想去工作。就跟啊，老妈，我要读研究所，老妈就付他研究所学费，研究所毕业又不想工作，老妈我要读博士，然后就跟在跟老妈要博士那个学费，然后博士毕业又找不到工作，老妈我要考公务员哦，就是从什么，从一岁养到三十岁，公务员考不到，三十五岁继续养哦，那公务员可能会考五年、十年考不到，四十岁继续养哦，然后什么生小孩继续养，嘿，台湾很多、哦。OK 哦，哎，我就有认识了，太多了。好，下一句，哎，而且通常都是父母溺爱出来的啦，哦，哎，就是娶老婆生小孩，啊、哦，父母继续养，啊、哦，那个小孩已经四十岁了，已经生，啊、哦，娶老婆，父母出钱，啊、哦，买车父母出钱，买房子父母出钱，哦，那。老婆跟儿子的生活费，哦，儿子再生儿子，哦，然后儿子那个孙子跟老婆的生活费，父母继续出，哦，然后父母通常是公务员，他有退休金，然后父母的那个退休金都要养这个小孩，养这个儿子再养孙子，哦，然后，哎，就是这样，哦，太多了，好，下句。このような差は，哦，好，这个差是差距，哦，像这样的差距，哦。就像这样，美国、哦、日本大学生的差距哦。好、哦，日本の大学内で、哦、在日本的大学内、哦哦，名词加助词等于名词，那助，然后这个讲过很多遍了。我们日文是什么？日文的名词加助词、哦，日文的名词加助词会等于名词，然后名词再加呢？加后面的名词哦，名词加呢，加后面的名词哦。好，来看我来。哦，社会哦社会人哈、哦，好，这个社会人，社会人就是社会人士，学生，社会人士学生哈、哦，就是他出去外面工作。哦，在外面工作，然后再回来读书的，这个叫社会人士学生哦，出过社会的学生或社会人士学生。哦，头是汉。哦，一般学生和一般的学生。哦，那几个尼莫哦，那个尼哦，莫是也，直基鲁啊，直基鲁是通啊，还是相通啊？莫诺噶阿鲁哈，他说在日本的大哈、哦，他说这样的差距哈。哦就是上课态度的差距。日本的大学内、哦、在日本大学内，社会人士的学生、哦、和一般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不同、哦哦、上课态度的不同。哦、尼莫、哦、尼莫是也是直基鲁，也是相同的。莫诺噶阿鲁哈，哦，阿鲁是有哦，哎，就是也是相同的。哦，可以。
哦，摩诺嘎鲁哦，也是有啦哈。摩诺嘎鲁就是也有也是有这个意思哦。看一下，因为摩诺就是事情嘛，那阿鲁是有啦，所以也是有这个事情的哈。所以也是相通啦。日本跟美国大学生的读书态度的差距跟那个，哦，那么看一下，他这边有哈。哦，这个网站不错哈，这个网站不错哈，这个网站可以和摩诺嘎鲁哈。哦，有什么的一面的哈，哦，的确很，哦，在二级句型的时候，一级句型有个叫的确啦，那有什么的一面，我们这边是有什么的一面的哈，哎，好，哦，所以我们这边 monogaru 我们可以翻有什么一面，是的确有哈，哦，好，那这很简单，因为 mono 是事情嘛，阿鲁是哦有，所以。摩诺嘎鲁我们可以翻哈，有什么的一面哦，有什么事情哦，有相通的事情哦。啊，第二是的确哈，的确怎么样哈？那这边应该比较不是的确，因为它一直带不比较带不进来，所以也是有相通的啦哈，也是有相通的哈。因为社会人士的学生他回到大学，他会比较努力读书，因为他自己赚钱比较辛苦，他会比较努力读。然后一般年轻学生上大学哈。家里给钱，尤其家里很有钱的，通常都在玩。哦，欸，还有就是台湾的很多人去日本读语言学校，会有两种。通常如果是有一些人就是钱比较少去读日本读语言学校，他会比较拼命，或者他要拼命打工。那家里很有钱的，之前就是家里很有钱的，他要有钱到就是每个礼拜六、每礼拜日都跑出去玩，跑出去观光。嘿，啊，家里没钱的，他可能就是每天都要打工，很辛苦。哦，啊，往下看 ，sore yo kankaru to 哈，如果去想那个的话，哦，去思考那个的话，哦 ，kono yo 呢，可以在 deki 哦，像这样的吉利字 ishiki 哈，好，这个日文的智力就是我们就是人长大独立的意思。哦，日文的智力就是人长大独立的意思哈。那可以在 deki 什么经济上的独立哦 ，ishiki 的想法哦，那说了要看开鲁多哈，如果去思考那个哦，思考那个哎，这个经济上独立的这个想法，然后沙的这个沙的这个差，我们给它翻不同哦，像这样经济上独立的想法的这个不同哦 ，jukyo heno， 还有就是往什么方向哦，那么翻对对这个上课的。参加姿勢の哦，参加的这个态度、姿勢的不同。你つながっている哦，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哦，否定できない就无法不能否定哦，无法否定哦。那我们看这边，你つながる哈，那你这个つながる原本是我们那个线哈，线跟线有连起来，有绑起来，叫做つながる，就是有连接起来。哦，有联系起来叫 zinagaru 哈，那我们这边翻那比较句型的话，跟叉叉叉有关联的哈，哦，所以这个，哦，这个经济上一个独立的想法的这个差距，哦，就是每日之间经济上哦这个哦独立的想法的差距哦，那对他在大学上课的时候，他参与的这个上课的这个态度，哦。的不同是有所关联的哦，这个事情是无法否定的哦，啊，这样看懂吗？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他没有写出啊，就是我们台湾很多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读大学，他就跑去读大学了，而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这个科系，他就跑去读这个科系了，哦，他就是懂哈，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读书，那如果不想读书就不要去，就不要读书了哦。去外面打工啊，工作，然后哪一天想读再回去学校读，这样会比较想要读。不然，哎，我之前很多大学同学就是来读大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读大学，然后每天在玩，然后玩到退学的一大堆。哦，哦，他如果一开始不想读，那就不要读啊，等到想要读的时候再来读啊，有没有？哎，那往下看。好，要去 Mata 是再来
小学口卡拉哈，再来是从这个小学哈，从这个再来是美国哈，日本从这个小学开始，卡库修坎哦，卡库修坎 Q 哦，他的这个学习的环境，空崩 deki ni jigau to yu kodo 哈，然后空崩 deki 就是根本根源哦，那在根本上就不同哈，所以这个根本就最底啊哈，在美国小学哈，日本小学哦，开始的学习环境根本上就不同哦。Toyu Kodo 这个事情也 ，mo 是也哦，这个 Toyu Kodo 这个事情也 ，okiku kakawa de 如哈，有很大的关系，打落吧，有没有？啊，我们看一下，日本の学生は日本的学生 ，ukemi no jugyo 啊 ，ukemi 是被动啊。我们学那个文法的时候 ，ukemi 就是被动了没有？哦，那所以它是很被动的。jugyo ni nare de de 哈 ，nare 名词 ni nare ru 就是习惯 ，te ru 是状态哈。所以日本的学生已经习惯了被动上课的状态。哦，就是老师在上面写黑板讲什么，学生在下面抄一抄。哦，很被动的上课。hazuken shita toshi demo 哈。好，动词过去式加 toshi demo， 即使发言，哦，即使这个哦，主持是学生哦，日本学生即使发言 ，kyoshi kara 哈，从老师这边来的 ，shizumon ni 哈，从老师这边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老师问学生问题 ，ni tai shiru 哈，对于哈，去对老师这个问题 ，michikai 哦，很短的 ，kodai 的 kodai 是答案哦 ，de 哦，用很短的答案。圣德克达哈，那我们看这边。好，这个私募是解决的意思或完了的意思。啊，名词 de 私募是用什么东西就可以解决了。那、啊、如果动词的话，动词 de 私募做什么动作就可以解决了。哦，所以这米基卡伊口袋 de 私募什么意思？用很简短的回答就可以解决了。那我们后面再加 de 克达哈。哦，这个你看一下，就是这样来哈。好，这个 tekuru 是从以前做到现在，哦，从以前到现在，哦 ，OK， 那这边是很短哦，你看一下前面是 kodai 回答 ，michikai 是很短的 ，a day 是用哦，所以用很短的回答，哦，那后面的私募是什么？解决，哦，用很短的回答就可以解决了，那你改那个 te 型。后面是骷髅、哦、所以他从以前到现在，日本的学生只要回答很短的，回答哎、欸、这个答案多少啊，哎、欸、这个字什么意思啊，然后学生回答短短几个字就可以解决了，哦，那德骷髅是以前到现在都这样，哦，好，我们看懂，那你再改过去式哦，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从以前做过来的时候改过去式，哦，自分の意見の述べずにはすまない，哦。那么你看这个是一级句型哦，啊，这个动因加之哈，这个句型其实我们可以教啦，其实蛮简单的哦，就可以推哈。然后你动词第一段加之你就是没有做嘛，比较反常的没有做嘛。我们说动词第一段加之你就是没有做，这是哦按这个逆常省略哈，所以就没有做什么嘛。那你后面的私募是？哎、欸，我们刚才说这个师母，刚才有讲了，师母是什么？完了嘛，结束嘛，哦，那你感觉师妈那也，哦，不会完了，不会结束啦，所以你不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不会完了，就不会结束啦，哦，所以不做就不会，不做就解决不了，所以就必须一定要做，必须要做的意思啊，哈、哦，那我刚好这边好像有哈、哦，我好像要把它丢进来哈。哦有没有？执尼瓦斯马奈哦，跟那个执尼瓦奥卡奈哈，执尼瓦斯马奈跟执尼瓦奥卡奈一样哦，就不做的话结束不了，就是必须要做哦，也就是必须要做什么，这两个是一样的哈。啊、哦，叫他们，那这个我这个一级句型有教这个两本一级句型啊哈，那、哦、学生要看再看，我这边就不讲了，不然这一课会讲不完。好，所以这边是 no be 知你哇斯马奈就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合起来就是一定必定哦，所以必定要去讲述自己的意见哦。贝鲁斯叙述去，必定要去叙述自己的意见。という状況哦，所谓的这个状况哦，あたえられる哦，被给予这个状况。こなかった哈，那我们看一下。好，那我们二级句型的时候有这个连接型加促音加こない，就是做不来。哦，譬如说，かじこない是什么？做不来，我们可以翻不可能啊，我们翻哦，我用我们翻那个口一点不可能，所以かじこない是不可能会赢，不可能会赢。哦，可是我们这边的形状，你这边是梯形加こない，所以它这边不是这个连接型加こない。哦，这边形状不一样哦，因为它这个不是哦，这是连接型加 konai， 不是梯形加 konai， 形状不一样，所以不是这个句型。那第二个句型哦，那我们看一下哈、哦。好，这个 tekuru 是从以前的做一个动作做到现在来哈、哦，从以前做到现在来。那我们把 tekuru 改成 tekonai 是什么？哦，以前到现在没有怎么样哦。这个 tekuru 是以前到现在都有做一个动作一直做过来嘛？那 tekonai 是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做什么？哦，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做什么，那这个 take online 很少在用哦，我也是几乎只有这一本才有看到，其他本都没有看到哦。哦，那你这个 atairu 是给予 ，atairu 是什么？能给予还是被给予？那我们现在合起来哦，所以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被给予哦，都没有被给予说，你一定要好好的详细的去回答哦。OK 哦。所以你看一下，来详细的回答自己的意见哦。所以阿泰达雷德科纳卡达哈，科奈改成科纳卡达，过去式安诺强调达是是哦。所以哦，所以说这边日本的学生他只要回答短短的答案就可以应付老师的问题。那什么，他要去什么，就是必须要去叙述自己意见的这个状况，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被给予这个，没有给予这个状况，所以。懂吗？其实这个东西是要练习的啦。像我小时候有自闭症，然后后来我是工科转日文系，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不会打电脑，然后每次分组我都是被推上去讲那个人哦。那我就是每个礼拜都要上台一直讲哦，所以就讲习惯了。然后后来又教书哦，就是你说自闭症的小孩，你每天被推上去讲哦，你有沟通障碍呢，因为讲习惯了，你就会在台上讲话了，然后你还可以，我甚至可以做演讲，哦，就是几百人的场合，我也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练习啊，哈、哦，就是你常在那个场合就习惯了，哈、哦，哎，哦，那就这样哈、哦，我们看一下，また大学の授業，哦，但是また再来这个大学的课，好，吉胎就本身自身，哈、哦，那什么，这个日本大学的这个课，然后他日本大学的课本身。哦，摩耶 ，Q 应该哈，这个教员就是，哦，就是教师啊，教师人员，教书的人啊，就教员就是、哦，教师，哦，也是教师。一方的起呢，一方的起就单方面的哈、哦，就是老师单方面的 ，hanas 哦，老师单方面在讲话哦，就是老师在讲，学生没有在讲。toyu 哦，所谓的这个 ，OK 啊 ，juq。K 呆哦的这个上课的一个形态，嘎 ，mada mada oi 哦，好 ，mada 是还，所以那你讲两次是强调嘛，好 ，mada 是还 ，mada mada 是还很多哈 ，mada mada oi 还很多哦 ，no more 哦 ，no 名词化哦 ，oi 一形容词加 no 变名词 ，more 是也，几只 daru 是四哦，所以这个也是哦，这种上课形态很多也是一个事实。好，这样有没有看懂？好、哦、，OK 哦。哎、欸，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monogaru 哈、哦。哦 ，monogaru 我们刚才说什么啊？哦，就是 a mono 就是这个 aru 是第一个是翻有啦哈、哦，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事情啊？第二个是翻的确啦，的确怎么样哦？那你要看我们刚才那一句的意思哦，说有什么的一面，或者是的确怎么样哦。那我们那个应该是翻有什么一面，是有所相通啦，有所相通哦。OK，
哦，这是有所相通。哦，那我们把这个改一下哈、哦。那这个在我的一级句型有教，我的一级句型是教 monogaro 是的确，的确有怎么样哈、哦。好，那我把它改一下哈、哦。我帮你改一下，不然我等一下下课都懒得改哈。哦モノガル在哪里？这是五之二，哦，五之四是不是？好，那这个学生可以下课了哈。那我就把这边改一下而已哈。哎，那如果要看的学生也可以看哦。好 ，monogaru 有没有？这是一个句型哈，这是什么？哦，有叉叉的一面哦。那第二个我们翻什么？哦，的确有哈，的确有怎么样？哦，那我的记得我的二级句型有，一级句型有讲那个的确有哈，的确有。那他常常哈 ，monogaru 最常考的一句哈，一二几句里面最常考的一句哈，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句，哦，没有米哈鲁 ，monogaru 这个就是他最常考的，啊 ，monogaru 是我们这边翻的确啊，的确，哦，好，那个后面这个米哈鲁就是这个哈鲁是。睁开，张开。那米哈鲁是什么？睁大眼睛看哦。没有，米哈鲁是睁大眼睛看。那睁大眼睛看什么？就是警戒还是注意的意思哦。睁大眼睛看要干嘛？我们等什么叫睁大眼睛看？就是你要很注意看它，或者你要警戒哦。那没有米哈鲁 ，monogaru 是什么？哦，这个是这边是翻什么？说的确哦，没有。米哈鲁摩诺嘎的确我们要很注意去看那个东西，的确我们要对那个东西很警戒，的确我们要很注意看那个东西，这个在这个一级的文章二级文章很常出现这一句好OK，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你如果摩诺嘎我们就发现的确是有，其实两个意思好像都可以翻，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哈，两个意思哈。所以说，的确有相通的哦。他说，这个日本大学内社会人士的学生跟一般的学生的这个不同，那跟美国跟日本的学生，他的确是有所相通。哦，第一个是的确有所相通，可以。啊，第二个嘞，哦，但是他是有相通的一面哦。那我们这边应该翻。我们这应该翻的确哈，有相通的一面哈，那直接就是相通嘛，通嘛，有相通的一面或的确，的确是有，的确是有相通的哈，所以两个意思好像都可以哈。好，所以我们两个意思哈，我们看一下。好，第一个是的确，好，的确有，的确。的确有相通哦，的确相通好像，好，第二个是的确相通哦，那你觉得哪个意思比较顺，就哪个就哪个比较顺啊？哦，第二个是的确相通哦，那我然后第二个是哦，有相通哦，有相通的一面哦。
那翻译是很主观的啦，你觉得哪个比较顺就翻哪个啦。哦，因为它两个意思嘛，看到两个意思，但全都有相通的一面。没有说哪个意思一定对啊，没有说哪个意思一定错，就是它的翻译如果很顺的话，哦，好，那你看一下，你觉得哪个比较对，那就选哪个哦。OK， 哦，没有对错，因为这种文章这种越上面的文章，它就是越模棱两可啦，就是你看得懂他在写什么就好了，哦，而且你真要考一级的时候，他不是要考你这个很细的意思，他是要考你速读，就是。你很短的时间，你要看几十页，那你几十页可不可以看完，然后选答案？那如果你每个都读到这么细的话，你一篇文章，哦，看个一个小时，那你就不用考了，哦，懂哦？一篇文章只能看两三分钟，看过去马上就要选答案了，没有那么久，哦，没有那么多时间，哦，好，那这边就，哦，就到这里了哈，哦。那我等一下再把下一段上一上，好，哦，谢谢收看。